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书画大观园。今天给大家介绍清代弘仁的《之阳东湖图卷》，纸本设色，纵 29.7 厘米，横173厘米，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。弘仁，清代著名画家，俗姓江，名涛，字六奇，又名昉，字欧蒙。明亡后于福建武夷山出家为僧，法名弘仁，字无志，号建江，梅花古纳，安徽歙县人，清初四僧之一，善画山水，初学宋人，玩法萧云丛、倪瓒等，笔法清刚简易，意趣高洁俊雅，尤好绘黄山松石，为新安画派创始人，与查士彪、孙毅、汪之瑞并称新安四大家。存世作品有《枯茶短笛图》《西岩松雪图》《黄海松石图》等。图绘之阳东湖及四周景色，画面以平铺式绘出，右侧沟渠相连，中间一座寺庙坐落于山脉之阳，山缓树茂，左侧即为东湖，湖面广阔，小舟忙碌，岸上数座房屋呈现，绘出江边人的生活景象。这幅画就介绍到这里，请欣赏完整作品。